第十三题，利用定滑轮拉动一重物使其等速上升，如右图所示，不计滑轮重量及摩擦力，则甲、乙、丙三种方式的施力大小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我们在这里施力的时候，不管我的施力的方向是哪一种，最后经由滑轮的转向，就会变成在这里有一个往上拉的力量。而这个往上拉的力量呢，要使得东西恰可等速上升，就要抵消它的重量。所以三个力量都要能够抵消它的重量，这是同一个物体，所以三个重量是一样的，所以三个的这个向上的拉力是一样的，也就是我这边的施力是一样的。因此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则甲、乙、丙三种方式的施力大小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甲等于乙等于丙。